走吧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。好。哇呀呀呀呀呀！怎么还有说有笑的，打情骂俏的呢吗？还？我自己来。怎么还有身体接触呢？谢谢啊，石总啊，青青草原了，石总啊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你怎么办？上啊，石总表白，带走你石梦的女人，更巴带。你带他来这儿干嘛？参加开机仪式。等一下，你带他去哪里？我带他去定妆造型。黑衣演员定什么妆？黑衣演员不需要定妆吗？走。说什么吗？我没什么说的，我路过。哦。哎，等等，冰箱里面的辣白菜吃完了。那个做法很简单的，回头我发你。你住左耀家也不方便吧？毕竟。左右男孩子长得很快的，那你不也是男的吗？那个我鸟的垫子还在阳台，那你带给我呀。太脏了，我不想碰。那你洗洗啊。我不会洗。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？我缺个保姆。宝。